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来上三明版第二册 Unit Two。Reading can be a daring act，阅读可以是一个非常大胆的行为。你看一下第一段：For 30 years, Umar Ahmed had walked along the same block in her neighborhood in Jordan every day。那持续有30年的时间。那这里只要看到 for 加时间的话。同学要一个敏锐度哦，它通常会搭配完成式。那因为这是在讲故事，所以它搭配了一个过去完成式在这边。Had walked along，就是他已经走了30年，所以他这动作可能是从，假设就是类似1970到到2000年这段时间，那时间已经过去，是过去完成式。那乌哈Ahmed 这个人呢，她这个女生呢，她已经沿着他们同一个街区走了。In her neighborhood 就是邻近地区，走在同一个街道。Block 是那个街区的概念。In Jordan every day，好，就在这个街区里面走了30年。She was unable to read any of the cafe signs, billboards, or road signs。那他没有办法，be able to，你们应该之前有学过，叫做可以干嘛，其实就是 can 的概念。那 be unable to do something 就是没办法，就 cannot。但是这是过去式，所以你要改的话，要改成 could not、couldn't 的概念。然后他没有办法阅读任何的咖啡上面的咖啡店的招牌。或者是广告板，或者是路标，哦，就是他是一个不识字的人。那 be unable to 你也可以换成 be incapable of，但是 incapable of 这个 of 是介系词，所以后面会搭配的是名词或 ving 的结构。However, her life began to take on new meanings. OK，那他的人生呢，开始会有一个 take on 的概念，其实就是承担的一个新的含义，好，After she went to an adult literacy class，在她去一个成人的一个识字啊读写能力的一个课程，and learn how to read and write，然后开始去学如何读跟写。所以她去参加成人的那种读写的班级之后呢，她的人生又开始有了新的意义。好，因为她全面学习怎么样去读书，怎么这样去写字。However，在这里是然而可是的概念，你可以换成 nevertheless、nonetheless 或 yet 都可以。好，那 take on 就是开始承担什么东西或具有什么样的东西。The change in Uha Ahmed is documented in a continuing project called I Read I Write by Laura Bushnack. OK，那他说他的这个女主角 Ahmed 这个女主角的改变呢，她是被记录下来。Document 这里是当做动词的记录，好，她被记录下来，记录在哪里呢？在一个持续上的计划。Call 的是冠带省略的结构，本来应该是 which is called 就被称之为 which is called 省略掉。好，冠带省略的结构是写作上。很重要的一个句型，所以同学要一定要熟悉哈。那有一个持续上的一个计划，project 是计划，动词念 project 和投射的概念。那这个计划呢是被称之为我读我写，OK。那这计划是谁所创立的呢？是一个叫做 Laura Bushnack。那他是谁呢？我们可能都不知道，所以只有作者后面有一个同位告诉你，他是一个。Creative bone，好，这中间有 creative bone 就是被生在哪个地方？被生在科威特这个地方。Palestinian 就是一个巴基斯坦籍的一个什么 photographer 是摄影师 and artist 哈，所以他用同位语的告诉你这个 Bushnak 是谁。好，所以呢就是那个 Uma Ha Ahmed。她这个女生去参加的这个计划，长期的一个计划，好，那这计划是一个巴基斯坦籍的摄影师跟艺术家所创办的。Bushnack began the documentary project。那这个 Bushnack 这个就是开创这计划的人，那他是在做这个记录上的一个计划，是在 in 2009 2009年的时候 in Egypt。
在埃及这个地方。In this country，那在这个国家，there are about 50% of women，大概会有50%的女性。那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percent 这个字是单复数同形，就是你不管多少 percent，永远都是 percent，它不会加 s。如果打了 s，它会是错字，因为根本没有这个字。好，那大概会有50%的女生呢是怎样？Who cannot read or write？就是50个女生。100个女生里面有50个是没有读写能力，就是她是文盲。那这里，可能同学要记一下，你这个句子你可以把它改成，Bushnell began the documentary project in 2009 in Egypt, where 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呢怎么样？About 叭叭叭，你也可以改成这结构，就是关系副词的结构。那关系副词的结构，可能要注意一下，大概有4个。如果你是表时间的话，我们用 when。好，那如果是表地方的话，我们用 where。然后表原因我们用 why，表方法的话我们用 how。大概这几关系副词要有点概念。那如果你还是不清楚这个关系副词的话，你可以去我的频道搜寻关系副词，我有完整的讲解。Since then，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只要看到 since 加时间的起点的话，它也会搭配完成式。所以呢，she has also been taking pictures of girls。那她已经开始，所以这个人在做的这个动作是持续在做。那之前有教过你，完成式跟完成进行式是一样的东西，差别只是在于强调完成式只是强调一个事实，完成进行式是强调动作持续进行。所以文法学上面其实它是一样的东西。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就已经开始拍照，拍照我们叫做 take pictures，拍谁的照片呢？Of girls and women，就是拍那些女生跟女人的照片。什么样女生跟女人呢？Who are changing their lives？他们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After receiving an education in Yemen, Kuwait, Jordan and Tunisia。对，突西尼亚这些地方，就这些女人，她们在接受了一个教育，接受教育在也门啊、科威特、约旦啊，还有突尼西亚这个地方有接受教育的女人，她们生活上面的改变，所以她就开始拍这些女孩子的照片。In these Arab countries，那在这些阿拉伯的国家里面，educating women，OK。有受过教育，女人接受教育这件事情，这是动名词当主词的概念，所以主词是单数。As often neither valued nor accepted by the natives, neither A nor B 就是既不是 A 也不是 B 的概念。那这是一个对等连接词片语，注意一下左右两边要连接的东西必须是相对称的。那我们看到的这个 neither A nor B 连接两个 PP。连接两个 PP，好，那是没有被重视，value 在这里重视的意思，accepted 是被接受，the native 是指的是当地人，所以当地人是不重视也不接受，因为觉得女生就是该在家里相夫教子啊，不应该是花时间在念书这件事情。好，那 neither A or nor B 也是我们这一课的文法，那我这里要特别讲一下这两个的它的衍生的东西。国中应该有学过一个叫做 either 的话，它搭配是 or，either A or B，所以就是不是 A 就是 B，这是二择一，neither A nor B 不是 A 也不是 B，这是两个都否定掉的概念。那这两个文法有可能要，同学程度好一点的话，可以额外记一下。如果你连接 A、B 两个都是当主词的话，A、B 当主词的话，记得动词以 B 为主，以 B 为主。好，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三段。According to the Bushnell，那根据 Bushnell 这个女生，来讲，她所讲的东西，She also faced many difficulties，她也面临到很多的困难。In becoming an educated woman，成为一个有受过教育的女人，也遇到了很多问题。With a professional career，因为她是具备有一个专业上面的一个职业。As she was growing up in Kuwait，那她在科威特成长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她也是面临到很多的问题。Grow up 是成长
Nevertheless，那可是呢，好，刚才我们讲过，它可以用 however、not does 或者是 yet、still 都可以换哈。可是呢，she her desire for knowledge，那她对于知识的渴望，drove her to remove the many obstacles in her way，那就驱使她。drive 的概念是驱使的概念，驱使她去干嘛？去移除掉。remove 的概念你可以换成之前高一学过的一个片语，叫做 get rid of。摆脱掉，哦，可以换成 get rid of。get rid of 就是摆脱掉的意思。好，所以呢，驱使他去摆脱掉什么？The many obstacles 就是困难的、障碍的概念。In one's way 是阻挡某人的道路，on one's way 是指在某人什么什么去哪里的路上。好，注意一下它两个差异。好。Women in these countries，那女生呢，在这些国家，had been involved in taking literacy classes。OK，那在这个女生在这些国家里面呢，她们一直在参与什么东西？Be involved in 这片语要背，叫参与，记住你们之前学过的 take part in 的概念。好，那女生在这些国家都会一直参加这些。修课注意一下，修什么样的课程？我们动词一律是用 take 这个动词。好，在参与修试制的课程。To carry out her project，OK，care、okay, to be 的概念是表目的的为了。好，那为了要实践她的计划，Bush now tried to convince those who were reluctant to participate at first。他就去说服，努力尝试去干嘛？去说服那些人，什么样的人呐、啊？Those who, people who 都的概念都是凡是什么什么的人，凡是那些不情愿，be reluctant to，画起来的片语叫做不情愿干嘛？尤其是这个 reluctant，在学测里单字题有考过，就是不愿意做什么，unwilling to do something 的概念。好，尤其是那些不情愿呢，去参与，一开始不情愿参与，that their learning experience could change their lives，OK？好，他们一开始不想去参与的人，他就是，好，他要去说服他们相信说，他们的学习的经验呢，可以去改变他们的生活。And more importantly，OK，他要希望他们也可以这样 motivate other women to learn，也希望他们可以去刺激其他女性也开始学习。好，所以他很努力的要让那些不想参加的人相信说，学习是可以改变他们生活，而且可以鼓励其他女性也跟着学习。So the women wrote why they wanted to read。好，那所以呢，这些女生呢就写下来，她们为什么？好，这个 why 其实就是关系副词，本来就是表原因的时候用的。好，那女生们就开始就写下来说，为什么她们要想要去写阅读？And how literacy have changed their lives on their photos，所以他们就在照片上面写下他们想要阅读原因，还有呢，他们如何让识字这件事情改变他们的生活。Now these photos are displayed in the classrooms，那这些照片现在被展示在教室里面，as a symbol of their accomplishments，然后 as 在这里当成一种象征，什么样的象征？他们成就的象征。然后这里的 so 你可以换成 as a result，therefore 都可以，这都是常用的转折语，可能要认识一下。Many women in I read, I write are the first in their families to be educated。那很多女生在参与这个 I read and write, I write 这个计划的很多女生呢，其实都是家里的成员的第一个被教育的人。One example is Faiza。OK，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 Faiza, a woman from Yemen。啊，她是一个来自也门的一个女人，who was the first to drop out of school。什么叫 drop out of school？就是辍学。好，这个片语也是我们这一课的片语哈，他被迫要去辍学，to get married 哈，要去结婚。When she was only 8 years old，8岁就被迫辍学要去结婚了。我们在台湾很难想象，八岁才小二诶。Moreover 哈，此外的概念你可以换成那个什么 besides，in addition 哈，what's more 这堆都可以，这些都是我们在写作文里常用的转折语。
好，那此外呢，他怎么样？She had to raise her big children. Raise 这个字是本来是举起来的概念，那还可以当做饲养、养育。好，那他必须要养育他三个孩子，on her own，on one's own 就靠他自己独立抚养的概念。After she become a twice divorced woman at the age of 18，哈，OK。在他呢，他必须要独自靠他自己呢，一个人去养三个孩子。在他变成一个两度离婚的妈妈，哈，在这某人几岁的时候，偏远要被 at the age of，好，所以在某在他18岁的时候，就是 at the age of 18，在他5岁的时候 at the age of 5，好，练习一下这片语。In spite of，好，尽管虽然即使，哈，也可以用 despite 去取代掉，好，in spite of，despite 都可以。或者一个片语，另外一个片语叫 regardless of 也可以，这里都是尽管、虽然、即使的概念。regardless of，好，这也是尽管、虽然、即使的概念。好，那尽管呢，her poverty 就是 poor 名词型，就是非常贫穷。And the disadvantage of being a divorced mother。还有呢，变成一个单亲妈妈的这个缺点呢，劣势。Faisal is working toward a bachelor degree in business。他还是非常努力，朝向哪里？朝向一个学士的学位，在哪方面？在生意、贸易，好，就是也就是商业这方面的一个学士学位。Her goal is to become independent and to be able to support her family。那她的目标是希望可以独立，而且可以去养她的家。Support one's family 其实就是养家，哦，support one's family 就是养家。This courageous woman，那这些非常有勇气的女生呢，in I read and write are proving that 哈，那他们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It is possible，这件事情是有可能。It is 假的主词，真的主词在后面。To be to overcom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是有可能的事情。什么事情有可能？这个才是真的主词。To be 才是真的主词。你去克服财务上的困境，and the problem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还有呢文化差异上面的问题。Let place limits on the things which women can say and do, OK？那这里 place limits on 的意思就是，把设限在哪里？设限在这些事情上面。只要女人什么事情呢？就是女生可以说还有可以做的事情，就是束缚女性的这些言行的东西，你要去突破这些障碍，其实是有可能的。好，那这里我特别讲一下那个。这里的 it is possible 这个东西是假的主词，那真的主词在后面的你看到的这个 to be 的结构，好，还有呢，这个 it 是假主词，它还有后面有一个 the problem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OK，还有文化上面的差异的这个问题，哦，什么样的差异呢？这里有一个形容词只去修饰那个 differences，就是会设限。好，设限在那些事情，女生可以说可以做的事情上面设限的这些文化差异，好像我们觉得念书啊，哦，这种上学这种是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可能在中东很多国家是根本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谢谢。好，接下来，as the world continues to change，那随着这个 as 在这里是指随着意思，随着这个世界继续去改变，and women gain more education and equality，那女性呢得到更多教育还有平等的权利呢，they will have brighter futures，她们就会有比较明亮的一个未来 in their lives，在她们的生活当中，and will bring great hope to their countries，也会对他们的国家带来远大的希望。好，我们今天先上到这边，下次再见喽。